上哈，我们已经在国福建管理基金会创始基金会做爱心音乐会的募款演出已经3年多了。那你说我们会不会紧张呢？当然会，我们每一次去唱都非常紧张，因为我们不希望出谁，我们希望把最快乐的歌声带给大家。那有时候选曲呢，会选到一些很特别的曲子。接下来这首曲子呢，其实它是日本电影的歌曲，是一位琉球歌手的歌。它的意思是说，花开在每个人的心中。那我们台湾这边就把它。
miss 掉，非常唱得非常精准。那个美玲今天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歌，当然应该是凤飞飞的招牌歌咯，流水年华。民歌就是代表校园里面年轻一代的心声，那可是已经是47年前的那些歌，为什么现在的学生年轻人还是喜欢呢？我们听听看就知道为什么了。听听看外婆的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夜里追斜阳。
歌，也都是民歌。那这个民歌呢，每次美妮选的民歌，我都说你为什么选这个？他说有朋友觉得我唱这个歌应该很好听，那我们来听听看他唱《就要挥别》好不好听？什么是天涯？不知道什么叫。
小时就过去了。我们今天最后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大合唱，我们希望大家来听我们音乐的心情，听完了之后心情都是甜蜜蜜的回家。那等一下也谢谢院长帮我们准备的甜蜜蜜的汤圆，那希望我们能够长长久久为创世基金会做爱心音乐会的募款。有需要我们的地方，不论是园游会啊、花博啊，或是义卖啊，我们都一定到现场把我们团长的这套爵士鼓，锵锵锵锵锵，有鼓非常震撼人心，对不对？然后我们的电吉他手黑皮，他是军校军人出身，他非常体力非常棒，是三体高手。那我琪琪还有我们刘哥一起到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最后我们这首甜蜜蜜呢，不是只有唱而已，我们还谢谢美玲的大女儿爱瑜在家前天她在家精心帮妈妈设计了一套带动唱。那我们等一下大家都跟着她一起来跳咯，甜蜜蜜。对，跳起来吧。Sure.
感谢各位，害我刚刚在下面也一起跳，真的是手忙脚乱。那我到底要主持还是要跳？后来我决定还是跳好了。好，再一次掌声感谢上海戏院。